麻辣鸭血臭豆腐面。麻辣鸭血臭豆腐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先煮一团面，然后来加上麻辣鸭血臭豆腐。好，我们先盖起来，先把面煮起来。面快煮好了，然后这个是麻辣鸭血，等一下要加在臭豆腐里面，麻辣鸭血臭豆腐面。好，我们先把面弄上去。这就是麻辣鸭血臭豆腐面，耶！